就是最后一只蒙脱卡，干掉我，你就能通过测试。啊！平时的格斗训练中，我从来没有赢过教官。遇到敌人的时候，不要犹豫。要快，铁腹股同样协调，出拳要靠身体带动，拨拳的时候视线不要离开对手。讲了这么多次，你是没记性吗？出拳的时候不要盯着目标，否则对方很容易判断你的攻击。我早就说过，人类是永远战胜不了机器的。你是不可能通过测试获得我们认可的，放弃吧。还在左顾右盼，忘记了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吗？表现得还不错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士兵吗？时间不多了。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。是我不是输给你，而是输给我自己的。任务失败。我输了。之前，你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了胜利，如今，你却选择保留人性而放弃了胜利。你已经明白了士兵是为何而战，你战胜了自己，赢得了我们的尊重，所以你通过了考核。啊，那我现在是正式的士兵了。嗯。耶！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身体站直，脚掌 V 字形，拇指并拢，微肩太阳穴与眉同高，手心外张20度，肩膀放平，另一只手贴紧裤缝。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速度太慢。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分贝太低。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你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的士兵该有的素质和能力，但只有经历了真实战场的洗礼，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。接下来你将进入最后的综合考核，有信心吗？报告长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很好，立刻出发。这么快？经过搜索，我们已经在联邦军队的系统中找到了 23TL 的入伍资料。根据引力波的探测显示，他乘坐一艘军队未注册的运输飞船，飞往了陨石带。立刻出发，前往陨石带。是。教官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哪有真实的战场啊？虽然各国维持表面的和平，但是各自都在进行秘密的武器测试。我们为你挑选了最适合你的战场。